我要水了。不要太脏。啊，看起来芭比很好看。对啊，大家好，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毕姓吴，口天吴，我是道地的台湾人，外国兄弟南岛的人感兄。那我们今天的主角牧羊先生，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Glen Wallace。大家好，大家可以称呼他格兰。那他其实是远从纽西兰下来台湾给我的羊女婿。啊，我们现在是一家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小女儿在当我们的小帮手。带来了非常丰富的节目，我希望大家会喜欢。放羊。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绵羊，跟大家认识一下。OK。来，大家有没有看过羊怎么做的？来，恰子，肥羊肉正好啊，这只羊可爱啊，来，这只狗，欢迎大家到农场来。有没有看过羊微笑
笑一个。是你是你为什么大卡车的嘴巴，其实这个张女士我们叫 Melvin， 大卡车的嘴巴一年一次要算他的牙齿，看他几岁，所以说我们要算他的牙齿，大卡车的嘴巴。慧子，好，我们呢一年其实一定要检查绵羊的牙齿一次，所以刚才给大家看他的牙齿，不是只有好玩而已啊，虽然也很可爱啊哈。这个绵羊哦其实没有这绵羊其实没有办法这样直立坐上来，就是牧羊先生利用技巧把它做上来的，所以没有扶好就会逗桃灾，你看摇摇晃晃的，不过真的很可爱哈。好，怎么为什么要数牙齿，我们接下来要教大家怎么数绵羊今年几岁哦。看一下这只羊今年几岁了，哎，你前面的人看到有几个，还有几颗牙齿，一二三四五六，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还有六颗牙齿，四个到六颗，六颗，六颗，六颗牙齿应该几岁，三岁，哇，六颗六岁，不是六颗三岁，对，这只羊今年是已经三岁的牙，快了三岁。还有它的牙齿下面有一点点，这个下面都是红红的，为什么这个颜色？因为这个是台湾羊，它会吃槟榔，这是槟榔。还在了嘴巴的上面，如果你来七七楼山玩，抓一抓一只绵羊，打开它的嘴巴，没关系，看看上面没有牙齿，这个跟牛一样，它的嘴巴上面有没有看到？上面没有了，中间也没了，所以你的 finger 可以放它的嘴巴里面。你看它不会咬我的手，因为里面没有牙齿，就是口水。谢谢你。哎，不能够见呢，看一下它的耳朵。来这边玩，有没有看到我们亲戚弄上羊牛？全部它的耳朵有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号码？没有人知道，甚至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羊还有牛会乱跑，外面的外力枪会跳，然后从这个马路去了，去哪里？去埔里，去高雄。这个很麻烦，真的很麻烦。为什么麻烦？外面我不知道是谁的，在台北我不知道是你的还是我的，但是在台北看得到他的耳朵有这个号码，我知道是我们这边的亲戚弄下的羊，所以很重要。那个是身份证，我们的 ID 卡就是这个号码。OK, that's enough. 再见。好，我们稍微让这一头羊隔离了一下，因为让他知道说他即将被剪毛，要有一点心理准备，才不会剧烈的反抗。那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大家知道吗？这个绵羊其实长满口牙，只能够长满八颗成牙，也就是说它长到四足岁就不会再长牙齿了。但是它的平均年龄大概可以活到六七岁左右啊。好，接下来我们的牧羊先生要趁今天有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朋友远道而来观赏我们的节目，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刚才这一头，大家还知道吗？这只羊今年几岁了？对，把这一只已经满三岁的羊顺便拍卖给其中一位游客，带回去当宠物哦，好不好？好啊，要小朋友最热情了，马上收好，想不想带绵羊回家去？很想啊、哦、好，不是观众朋友很想吗？哎，大家都笑开嘴了。好，那这么多人要怎么办？那小朋友会抢呢，这样子好了，我们来用喊价的方式，等一下哦，等一下，谁喊价最高就可以把这头绵羊顺便带回家去了。好，那怎么喊呢？来，牧羊先生马上教大家。我们亲戚农场今天我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太多了绵羊，你知道这个亲戚农场有几只绵羊？275只，太多了。所以今天早上老板告诉我，卖一只羊给你们带回家。我们先开始这个女性的羊拍卖，有没有看过拍卖？你要卖一只羊，这只羊带回家，带回去了。OK， 很简单，我们拍卖开始，要请你们举手，你说 bird， 哎，这只羊是那只，不要听了吗？等一下把你的手举得高高的，喊 bird， 喊叫前小朋友就举手啊，这样爸爸妈妈就上来付钱，就可以带羊回家去了啊。哇，跟我有只牛过来。姥姥，姥姥，姥姥。